见你是攀爬的山上有默契回响，天深夜海浪拍打在人们心上，幸福是口渴只是能有一杯水送上。我说见你是失落的时候有人给希望，你是我的花牡丹，谁说女子不孤单，带我抵达梦想彼岸，尊敬的各位股东、各位董事，前一阶段公司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状况，所以影王德才副总经理、张扬、刘毅二位股东联合请求召开这次临时股东大会。今天的大会一共有三项议程，第一项议程就是本人郝运来辞去郝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这为什么？这几年郝运服饰在郝董的领导下一直是健康的发展呢。对呀，不管是从产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啊，这是有目共睹的啊。成绩虽然是有目共睹，但是问题它不能回避，是吧？张股东，就您所谓的问题究竟是多大的问题啊，非得让总经理辞职？我跟你说，好了，我做一下解释。总经理的秘书杨春红突然提出辞呈，并且一走了之，确实给公司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我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所有的员工辞职都让总经理来承担责任，那岂不是成笑话了？对，咱们既然是股东大会，那就应该让我们股东来投票决定，这样才公平合理嘛。好，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那么同意郝运来辞去郝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举手。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这还有一票。我这还有一票。那现在就是9票。哦，我想请王德才副总经理宣布结果。好，根据临时股东大会举手表决，通过郝运来辞去郝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求。嗯，老妈来信了。速到会议室门口。赶紧，快点！各位股东，在进行第二项议程之前，我向各位股东介绍我们郝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位新股东。请进来吧。
各位股东，有的可能认识，有的可能不认识。这位叫郝鑫，是我的儿子。这位叫郝美，是我的女儿。他们就是我要向你们介绍的两位新股东。哎，等等等等，为什么不在股东大会开始的时候介绍新股东？王副总，刚才举手表决的时候，如果我不投自己一票，富贵花不投我一票，再加上我这双儿女，那我的辞职能通过吗？可是我们怎么确认他们是好运服饰的新股东？我手头有两份文件，一份是我和富贵花将各自名下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郝鑫和郝美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另一份文件就是半数股东和工商局审核的批准备案文件。郝运来这个老狐狸是想干什么呀？我也弄不明白了。你不是八卦高手吗？这么点事儿都分析不出来。现在他这情况不是不属于八卦吗？也就是说，你除了编瞎话，正经事儿一样也干不了呗。您别着急呀、啊，越是关键的时候，越得淡定。我淡定个屁！现在已经都很明显了，郝云来一方的股东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我们。这要是再以投票的方式解决什么？决定上了，我们必输无疑。我都说了，您别着急。热烈欢迎两位新股东加入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接下来就是关乎到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议程，同时也是王德才副总经理最为关心的一项议程，由我推荐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新的总经理人选。根据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总经理必须从前十大股东当中推选产生，所以我提议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新的总经理人选是王德才。各位股东，请先不要鼓掌，请先不要鼓掌。王副总只是我推荐的第一位候选人，那么接下来我推荐的另一位总经理的候选人是新晋第二大股东郝鑫。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等等，我有意见。说，你这纯粹是阴谋。对，郝运来明明只答应一位候选人，那就是我们王德才王总啊。没错，现在又冒出一个他的儿子，这不是于各位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吗？是不是各位？我说两句啊。这是一位不速之客，在娱乐界他号称毒舌写手、八卦大仙、狗仔英雄，和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局外人，更没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股东大会。但是他非要讲，我们就给他一次表演的机会。说吧。郝董事长敢答应王德才先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我知道，那就是怕我把郝董事长的这些个材料公之于众。来，各位看看吧，啊，看看你们伟大的好运来董事长、总经理到底是什么人？来看看。好，我也学习学习。第一，好运来董事长，贪得无厌，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欲化天价摆平费。第二个标题是好运来色胆包天，雪藏秘术玩消失。郝运来，你身为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你有责任有义务向我们在座的股东阐述清楚所有的内容。王总说的对，
我们这些股东有知情权。对，我们不能看着公司毁在你好运来的手里。我们不仅有我写的这篇文章，我们还有物证。把东西拿上来吧，大家都看看。好运服饰在郝董事长的带领下创造了多么大的奇迹和伟业，看看吧。好好看看。哟，这看着吊牌儿还真是咱们好运服饰的，可是这质量是我们公司的吗？这面料一看就是残次品啊，这怎么回事啊？赵律师，请带保安到位。好，战斗开始。你这篇文章是怎么编出来的？随便的诬陷诽谤他人，你是要获刑的。郝云来，你不要在这儿绕弯子了啊！直接把你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这么多的股东，哎，都在这儿等着呢。好吧，那我就按照你们的要求，在这儿跟大家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提议王德才担任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确实是你们的一个阴谋。我这里有件东西，听一听这里边的声音，你们就知道这次大会是怎么样召开的。放肆！我就放肆了。嗯，明天我会更放，因为你的期限就是明天。要么把你屁股底下总经理的位子让出来，要么我就让你在报纸上丢人，在网络上臭名，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都听清楚这声音是谁的了吧？行了，今天谈话的重点不是您和王总对话的内容，而是您要搞清楚我写的文章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呀，对呀，把这事说清楚。哎，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都写的，什么人啊？你们想干嘛呀？必须要说清楚，不说清楚啊，不足以平民愤。这样吧，我还是请各位股东看一看这一次的临时股东大会是怎么召开的，他编写的这篇蛊惑人心的文章是怎么出炉的，另外他们是怎么制造的所谓的产品质量问题的。万事通，情况都给你介绍完了，就是想让你跟拍郝运来董事长。这个郝运来也没有什么绯闻呀。这绯闻多容易呀。至于郝运来有没有绯闻，那就得看你的本事。有绯闻要上，没绯闻创造绯闻也要上。狗仔英雄，你别走啊！你的表演还没结束呢。别跑啊！夹着尾巴要跑啊你！大家静一静，更恶劣的还在后面呢。那天我们四个人在郝云来办公室，表演非常精彩，配合非常默契。我是以龙腾华夏经济时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以消费者投诉的理由相逼。再说我的文章写的太棒了啊！你可以带两个投诉的消费者，到时候现场更震撼。
我要是真有那个投诉的消费者，我还写那个文章干嘛呀？这都是王总授意我的执笔。我看了记者刘写的文章啊，可以说是文风犀利，句句致命，超越了我的创意。太有才了，知道吗？哎呀，看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来个电话？视频播没播？你说急死谁？你不给我打，我给你打吧。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怎么还关机了呢？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干了，别出点什么事儿吧。好了，各位股东，该看的你们都看清楚了吧？今天的这出临时股东大会闹剧是怎么创编出来的？这要感谢王德才副总经理、总导演，还有他的表演团队。好。我有证据，我有郝运来的桃色证据。哎哎，对，王总，把您的手机掏出来，在那里边存着你郝运来的桃色新闻。我看这回各位股东看完了，作何感想？嘿，看，郝运来，我要你好看。视频呢？怎么找不着了？不可能啊，肯定有，我见过呀。这哎呀，怎么回事？那就是没了呀。哎，王总啊，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把这段我拷到我手机上，我做个备份，回去我好给您做功课。您看行吗？没问题。行啊，拿走。哎，没问题，到我手里就没问题了。好了，该看的、该说的、该听的，到此结束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举手表决，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候选人仍然是王德才，好心。在举手表决之前，我代表我们家的四位股东郑重地向你们承诺，我们四人不参加下面的举手表决。啊，同意王德才担任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请举手。哼，你们还举得起来呀？零票。那么同意郝鑫先生担任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举手。怎么哪哪都有你啊？您二位，这是举手啊，是不举啊？全票通过。哎，喂，妹妹，怎么给你哥打电话，他怎么关机了？现在肯定接不了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好运服饰上演了一场轻功大戏，两军对垒，绝对精彩。我哥拔得头筹，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哎，喂喂喂喂，不是喂喂喂！哎呀，这就赢了呀！哎呀，哎呀，哎呀，好，董事长。我先行，先行告退。站住！你身为龙腾华夏、经济时报的记者，
但你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一位记者应有的素质和职业精神，讲闹不成又想开溜，恐怕没那么容易吧。那你要怎么样？赵律师请。各位股东大家好，我是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兴奇，好运来董事长的代理律师。这位刘记者针对好运来董事长编造虚假事实，恶意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将这些虚假的事实拿到董事会上进行传播散布，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诽谤。限刘记者在3天之内对好运来董事长进行口头以及书面的道歉，我们将保留一切追究他法律责任的权利。当然，如果在3天之内他没有任何的道歉表示的话，那么我们将对他的诽谤行为向公安机关举报。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请你立刻离开会场。闹剧到此结束，会议继续进行。下面就请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新任的总经理郝鑫向大家致辞。谢谢各位前辈的信任，谢谢各位股东的支持。我深知总经理一职责任重大，就我现在个人的能力而言，我还无法完成各位对我的期望。说句心里话，今天我之所以可以当选，完全是各位股东出于对我父亲母亲的信任，从而延伸到对我们全家信任的结果。再次感谢各位股东的支持，我好心会努力的与各位股东精诚合作，带领我们全体员工实现我们好运服饰的愿景，创国际品牌，铸百年企业。谢谢大家。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项议程了，调整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在今天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丑事。我认为有些董事会的成员已经丧失了继续留任的资格。王副总有什么话要说吗？我王德才正式辞去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开会。范志通，范志通，下来吃饭啦！吃饭不早说。哎，就你这来的？啊，郝鑫呢？他呀，他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了。他现在呀是好运服饰有限公司的新任总经理，忙的很呐，乔布伊。真的假的呀？那当然了。这事儿也没给我打电话汇报一声。他正在给新董事会开会呢，没有时间搭理你这个无业游民下当公子。去，你
有什么可牛的呀？不就是一破总经理吗？再说了，他干总经理，他行吗？什么叫行妈呀？你把妈字去了，就是行。你是不知道今儿他在股东大会上的表现，哇塞，太给力了！哎，他找来那视频啊，把王德才他们进行层层扒皮式的反击，王德才他们脸色死灰死灰的，哼，就跟清宫大戏里那个太监似的，可逗了。万志通，我说你怎么没反应啊？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可牛的？不就是一段偷拍视频吗？瞧给你激动的！论偷拍，那祖宗在这儿呢，就他，他撑死就算我徒弟。啊呸！徒孙，你净会捡现成的。万世通，我不许你瞧不起我哥，有本事你也拍一个呀！他现在可是我心目当中的男神。呦呦呦！男神了，一段偷拍视频就成男神了，还忒容易脸了。我告诉你，得亏是你们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你是不是都想嫁他了？你管我？有本事你也拍一个呀！我要拍了能怎么着？你要是真能拍一个，哼，我都敢嫁给你。哼！再说一遍。我不说。再说一遍。我就不。你不说，我替你重复。你刚才说我要是拍成了。你就嫁给我是吧？我那也就是随口一说，反正你也拍不出来。哼，一个唾沫一个钉儿，这说出去话泼出去水，你可记住你现在说的是什么啊？我那宣传计划的第二步什么时候实施啊？我那剧照你什么时候拍呀？你问我呢？我问谁去？你现在都天天在家待业，等着剧组通知了，你又不上剧组，我哪给你拍去？你看，我哥都当上总经理了。我还在这儿等着剧组的裁决呢，这事要让我妈知道，我怎么办呀？那行了，你就吃饭吧啊！回头啊，哥给你想想办法。就你，你傻子还傻，能想出什么办法？我傻呀？啊！回去问问你们家那新上任的总经理，我要傻能有他的今天？他能成你男神？啊呸！啊，吃饭吧。就目前我们好运服饰的状况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稳定。这段日子里，由于王德才等人的蛊惑，给我们中层领导还有个别员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公司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应该是迅速地启动电子商务计划。之前我跟董事长已经沟通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脚步，让我们好运服饰在实体店跟网店之间双方互补，稳步前进。要说到这件事情，责任应该是在我这个前任总经理，我有点落伍了，因此我们更换总经理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目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请讲。我们急需招聘总经理秘书。对对对。那王主任，就根据我们好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章程，起草一份招聘启事，发到各大网站上。面试的时间嘛，当然是越快越好。那就后天吧。后天？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其实啊，咱们前两天招聘秘书的启事就已经在咱们公司跟各大招聘网上都登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王德才让我做的，他跟我说，董事会内部任免人事的工作是由他负责的，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指示办了。那这份招聘启事在您看来符合我们董事会的章程吗？哦，这个您放心，这个内容是我亲自审阅的。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各位股东如果有合适的人选，也可以主动来推荐。我建议，本届好运服饰总经理的秘书，必须招一个男的。为什么要招一个男的呢？安全，我完全同意桂花董事的这个建议。这个男女在一起干活，那不是累不累的问题，
那是出不出事儿的问题呀。你看这一回，我打断一下啊，我之所以提议招聘男秘书，自有我的道理，希望你不要想歪了。这国外啊，有很多企业的董事会章程规定，凡是涉嫌绯闻者，必须退出董事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并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源头上就将这种可能扼杀。因此，我建议董事会修改章程，根据总经理的性别招聘同性秘书。我完全赞同。那就从我这届总经理开始，只招男秘书。我回来了。小金呐，你不是去那个好运服饰去应聘去了吗？还没去呢。啊，没有，他们还没开始呢。现在网站上呢只有招聘信息，招聘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公布呢。哦，你应聘什么岗位啊？总经理。啊。秘书，总经理秘书。有把握吗？没有。怎么没把握呀？嗨，我刚刚听说好运服饰跟别的公司一样，只收男孩不收女孩嘛。哎，都碰到过好多次了。哎呀，这个呀，还真是你心里头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哎，你要真是个男儿身呐，就凭你这个聪明才智，你这颜值，要应聘也不能是秘书。也得是经理级的呀，张经理，您老那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总之，祝你马到成功吧。反正我已经想过了，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再努力一把。你看，这社会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配合你吧，得是我们去适应社会。所以呀，张经理，我就指着你了。我就在你这儿好好干，努力干，你可一定要留住我啊！哎呦，那我可求之不得啊！但是我这庙小，养不起你这女神。哈，这个，你呀就好好找工作，啊，这次应聘不成，你就准备下一次，总有一天你能找着一份啊，并非十全十美，但是你心满意足的工作，啊，主要不是经理不留你，我这个店呢，马上就转让出去了。啊？转让啊！咱们生意不是挺好的吗？你拿哪只眼睛看出来这叫生意好啊？这叫惨淡经营，好不好？啊，还行，还行。好心就要在这儿上班喽！哎，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哪儿过分啊？你干嘛呀你啊？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只招男秘书，只招男秘书，你什么意思啊？我的用意有两个，第一，用行动堵住王德才的嘴，省得他老拿女秘书在你们身上说事儿；第二。省得你们这些男人老在女秘书身上犯事，尤其是好心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如果遇到一个往身上狂扑的女秘书，后果不堪设想。你是不是把这事儿想得太歪了？我看我是把这个事儿想晚了，如果我早有防范，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怎么又把我给联系上了？常给你打打预防针没什么坏处。哎，请问你退下来之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没想好，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替你想好了，第一，每天上午到公司指导和帮助好心工作；第二，
每天下午回归你的老本行，开发研制新款服装。第三，杜绝一切应酬，早点回家，晚饭你做。哎哎，你这么做我坚决不同意啊！头两条我可以接受，第三条就是要坚决反对。说说理由啊。很简单，自古以来那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你凭什么让我回家做饭？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扎一围裙啊，我给你做饭呢？啊，你可以不做。这还差不多。也不许你吃。你这个母老虎。你说什么？啊？我说你做饭我没谱。啊，没关系，我教你啊。哎，对了，下班以后呢，到菜市场买点菜啊，顺便带回家去啊。哎，你别得寸进尺，啊，让我做饭还让我买菜，我一董事长，我跨一跨上农贸市场我买菜去啊？你搞搞清楚。你应该先搞清楚，在公司你是董事长。在家我是董事长，再说了，让你到市场买菜，你还到处宣传啊啊！大家都注意啦，我是董事长，我来买菜了。你有病啊你！我，好好好好好好，我买菜我做饭，可以。你干嘛去？我，美容去。你多大岁数你还有美容啊你啊？这才哪到哪呀？我不仅美容，我还整容呢。哎，你别乱来啊！你整容，你整什么容啊你啊？我为了你也得整啊，要不你那眼睛没有落脚点，不知道往哪儿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清楚啊，你最爱看谁，我就照谁的模样整。一个月之后，我就变成杨春红。哈哈，我吓死你！你可……哎。富国华，你别乱来！万事通！来呀，嘿，咱们庆祝一下。嘿，还真算你有点良心，正饿了呢。等会儿啊。哎，来，姓郝的，糊弄我是吧？要没有我今天的付出，你能完胜王德才吗？行了。咱们公司刚刚起步，创业初期，这就不错了。就这个东西，你都是拿咱公司公款买的是吧？谁说这是公款买的呀？是你掏钱吗？那当然是我先垫付，记了公司的账，这不一样吗？这个我不吃了，我买回来干什么？真是的，跟你开个玩笑，这真是我自己出血请你的。你闭嘴。信了，这绝对是你自己出钱买的，太符合你的风格了。我什么风格呀？每次请我吃饭从来没超过40，而且还是俩人的。这叫经济实惠，虽然钱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买的样都全了，有酒，有肉，还有这个啊。这个要跟你隆重的介绍一下，饭后甜品，我的最爱，最新口味的棒棒糖。姓郝的呀，拿这玩意儿糊弄我是吧？两罐酒，养鱼都不够吧？你再瞧这鸡，再瞅瞅瞅瞅，这鸡生前是饿死的吧？棒棒糖全是你爱吃的，我有糖尿病你不知道，你想弄死我是吧？这就不错了。当年兄弟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想改善生活，连这都没有，最多也就是一盒薯条，我再多跟人家要两包番茄酱。妈哟，您从国外怎么活着回来的呀？你糊弄我有意思吗？哎，不说别的啊，你们家老头大小他也是一千人企业的董事长吧？不能说你们家富可敌国，也得是家财万贯吧？再说你小子，已经坐上这总经理的宝位了。你典型一富二代高富帅，你跟我这装矮矬穷，你觉得有意思吗？行了行了，你还挺会造词儿的。其实我根本没觉得我是什么高富帅。嗯，说实话，我一直呢还想着
把我爸妈给我的留学费早点赚出来还给他们。我爸妈赚钱不容易。这当年我出国的时候啊，也是我们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为了扩建厂房，他们贷了不少款。我出国的钱都是他们借来的。记得那个时候，我爸带我去银行换外币，那么一大摞的钱，才换出来那么一沓的外币。所以我在国外真的是多一分钱都不敢花。这逢年过节要是想家了，那更不能回来了。机票钱太贵了，还不如在国外随便打点零工，赚点生活费呢。那平时吃饭也就是面包、生菜、火腿肠。跟你说这些干嘛？来来来来来来，不说了不说了，都带酒两。兄弟，谢谢。哎，我说迎春啊，今天股东大会上你太给力了，谢谢啊。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俩谁跟谁？等我闺女下嫁你儿子的时候，咱们就是亲家了，亲家母。你这话说的可真是的，你闺女嫁给我儿子，那算是高攀。我儿子同意不同意还两说着呢。什么叫高攀呢？你这，哎，就算我闺女不是下嫁，咱们俩也应该是什么门当户对、缘分搭配。行了行了，咱俩就别在这斗嘴了。人家两个孩子不来电，咱俩在这瞎攀什么亲戚？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真是，哎，要不咱们俩给他们再撮合撮合？哎，你有什么好主意没？咱们就以好心当上总经理为由，再弄一次聚餐呗。你这主意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咱俩。一言为定，耶！明明是被伤了心，却从没有怨言，天天要在人面前将好心情再现，躲起来一个人消化所有的从前，安慰自己说心甘情愿。不是想象中说断就断那么简单，不是表面上要走就走云开雾散，经历过一颗心承担所有的磨难，哪里还敢说重来一遍？忘得了的忘，忘不了的慢慢忘。既然不再见，就再也不出现。所有好的、坏的、恨的、爱的，都再也不见。每个人都在一点点累积生命的昨天，忘得了的忘，忘不了的慢慢忘。纵然不兑现，也可以不抱怨。一切新的。忘不了的慢慢忘，
纵然不兑现，也可以不抱怨。一切新的、旧的、美的、丑的，都留在当天。爱与恨都会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